外，马上年轻的气息就要席卷我的宫位了，我好像听到声音了。接下来我们有请乔欣特帅。Hello，Hello。我们今天要帮张欣特同学画一个美腕的入职妆。你是零几年呢？03。你不会比我大一岁，02吧？我只比你小一岁，我04。哦。你的脸呢是属于正宗的这种正三角脸，非常上镜的脸，稍微把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推一推就可以了。打开一个修容盘，三个颜色一起扫，这边的脸过于小，这边脸比它大一点点，那我们稍微往里推一点。你对我们公司有什么感受吗？真的来到这里我才知道原来公司可以这么大，因为我的公司，我的天哪，哎，这不能拉踩。我公司真的很好，我很爱我的公司。今天嗓音有点沙哑的感觉，其实就是昨天刚在上海巡演完，唱了几首啊？唱了27首，一个人唱27首的那种啊？对啊，天哪，真的，当中也不休息的？不休息啊，昨天玩得很开心啊，因为是我第一场剧院嘛。已经往下看，你是在哪里出的？我挺复杂的，出生在云南，宁夏增长过7年，内蒙古待过，温州人，海南出道，现在住在北京。你现在的普通话有非常严重的北京的味儿，是吗？事儿啊，嗨呀，我天哪，真的是。华姐以前也是选秀的，超级女生啊，那会儿你才3岁，就我们是在一个大马路上面啊，然后你还要一关一关，有一个小的帘门，你就在那对着老师就唱，很夸张。你去上个厕所，厕所间里面全都是哦，没一个坑位。后来我参加另外一个比赛，我行我秀，它是个唱跳节目是吧？随便你有什么才艺都 OK， 说相声也可以。那不行，最搞笑的就是后面那个评委说，我说你到底让不让我过？你不让我过，我再唱一首，倒反天罡了呗。你那个时候的比赛是怎么个眼睛往上看？挺奇妙的，就是因为有公司，然后公司就把我们送过去面试，一轮一轮面了3轮，然后就要我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接下去搞唱跳？哦，可能不会。为啥呀？因为我不会跳舞，然后我跳舞就有点诡异，没自信啊。那你不是在沈阳有小跳一段吗？我觉得沈阳那段巅峰了，有机会的话一定会多多跳的。其实还是向往的，向往。咱们就说这一轮巡演结束之后，有没有想过就是出什么实体的专辑？因为我刚发了一张专辑，可能会把它做成实体的送给大家。我是不想大家花太多钱，还是希望大家多来听我唱歌就行。那你先唱一段。我只与你。你唱你新专辑的歌，顺便教我一下。这8首里面，你选一首放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在等。最简单的狗哈气。他看着你。真的。但是你是认真的吗？真的很有用，但不用吐舌头了。来，就放松身，放松。他觉得你在跟他打招呼。示爱。然后就一个打嘟嘛。哎，这个好。副歌部分来了。我知道你在等，等我醒了你的。我知道你在等。哇塞，你真的超级女生哎。你的歌很难唱。我知道你在等，等我醒了你的话，彻底把爱放下，彻底把爱放下，等所有悲伤暂停，再开出新的花。哇塞，你很夸张！这首歌给你重置一版吧，好吧？真的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啊。下次我们卖唱吧，就把版权给我。当然可以啊，我就给你唱这首歌。我唱的真好听。OK， 好嫩。如果要是想的话，你再去参加一期，我一定会。我怎么可能去参加？咱们就是我生出来的女儿去参加还差不多。哎呦。我今天声音真的很，我平时不是这样的，嗓子好一点的话可能会更闹腾一些。我平时不是这样的，那没话就画得自然一点，轻松一点、可以吗？哇，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。那现在这个妆呢就是已经画完了，整体呢它天生丽质，不需要画什么，主要呢还是给它上了粉底液，再来呢眼睛的丹凤也非常好看，只是在外轮廓稍微加了一点点阴影。好，那去做个头发，一会儿我们再来看效果。你在等等我醒了你的话，彻底把爱放下，等所有悲伤暂停。这张专辑真的很好听，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听一下。你要听吗？好听吗？哎，这么认真的聆听啊。哎，好听你就摇摇尾巴。哎，你也觉得好听吗？